佩佩用 Deprima， 我是伫咧佩佩房间内底本身偷看到的啦。我敢肯定，这一定是柯展宇给佩佩用的。无管安怎叫，拢叫袂清醒的。佩佩是有精神上的问题，也唔过无遮尔严重啊。你拄则讲的 Deprima， 迄是强力镇定剂呢。卡苏来参照柯展宇所讲的，佩佩即马是重度感冒。 那呢，嘛应该是用治疗感冒的药在才对啊，哪会需要用到这么强的镇定剂？这一点仔道理拢无啊！柯展宇佫掠准讲我唔办，佫甲我骗讲迄是营养品，可见伊根本就是做差心虚啊！小姐，我得要柯展宇，敢是想要控制佩佩行动啊？这嘛是有可能的。 佩佩自由，应该是有柯展宇控制着的，所以伊才无法度来便衣上班，嘛才无法度跟我联络啊。要唔过我应该安怎做，才会当救佩佩？我嘛无可能一直守伫伊家门口口啊。慧珍，咱会当去报警。哎呀，啊，不过咱无证据啊，万一打草惊蛇，安尼要救佩佩，就更加无简单啊。 我应该安怎做啊？我感觉，咱会当去拜托柯展宇爸妈，请伊斗三工来探听。阿爸阿母伊拢是真明理的人，一定甲咱斗三工的。而且，伊阁会当用佩佩大家官的身份去关心佩佩，安尼毋但合情合理，更加袂予柯展宇怀疑。 无得卡，第有结果啊！七月七五，真歹势啦，阁互恁专工走去抓。唔通甲你讲，明仔日过去，拄仔好，阮传了了来提药啊。啊！你敲电话伫咧电话中讲叫阮两个来要讲佩佩代志，佩佩是安怎？我知佩佩对恁两位是大家不好。 你嘛对伊真操心，叫过伊即摆状况真正种烦恼的，啊，阮阁无方便去看伊，毋知想讲恁会用个直接去了解伊甲柯展宇到底发生啥物代志。嗯，珊妮，啊，你讲佩佩，阿伯，啊，我毋是你叫伊个啦，请你莫叫毋对，好不好？哦哦哦哦，叫啦，莫乌白叫啦。 奇怪咧，我较早吼，从来都毋捌感觉讲，阮兜娶的新妇拢大众脸，即摆才知影讲，哦，一拜拄两个，啊，两组拢生做遮共款，电视台咧搬嘛无遮含，哎哟，够卡合的啦。我进前。 去柯展宇因兗的时阵，看到真配方一直困，一直困，啊，困到足落眠的，满怎叫拢叫袂清醒，看起来足奇怪。无可能啦，佩佩足聪明的，伊伫阮兜吼，阮兜只狗皮皮，关喺阳台，若凊彩安尼哦，嗷嗷吠几声哦，伊就起来安尼突突掉，啥物咧甲吵到拢袂困的，哪有可能会叫袂精神？也阁有啦，进前我去佩佩因兜。 我明明看到伊的手机啊，伫藏伫咧厝内，也毋过我较几啊工啊，伊就是无接电话，卡输佩佩伫踮伫咧厝内，安尼毋是足奇怪的。我真正足烦恼佩佩伊即摆状况，我想要去看伊，也毋过展宇伫找理由，毋肯互我去看伊，我真正无办法啦，毋则想要拜托陈家清，甲伊麻烦你替我去看一摆佩佩伊即摆状况。 徐维珍小姐吼，哎，讲这个讲，不是我咧爱讲啦。你真正吼，生做甲我迄个无缘的新妇生，足同款的。阮佩佩顶摆看到你吼，惊者都闪尿啊啦。哎，
伊安尼行到哦，头壳当啊破破，你敢知？迄厝的吼，偌严重呢，身躯哦，后挂十字架，后挂佛珠，后挂蒜头，哈，啊，迄厝内底大户啊，大张开，哦，安尼起起开开，起起哭哭，袂出咧开金庙咧，警察敢若去刷伊剑吼，甲迄两粒气球无摕出来抄尔啦。我是咧想讲哦，敢会是精神有淡薄仔问题？即卖重要的是，请看有迄啰较好的精神科的医生，来甲陪陪看，看要安怎甲伊安尼毋才对。亲，我嘛想要带陪陪看医生，结果十月就是唔肯啊。其实金配方伊会讲伊看到中山年的鬼魂，迄是有原因的。我之前经过境界的时阵，我有看到一个师公，哪算钱哪行出来，我就感觉足好奇的，我就走去问伊是安那有遐个钱，伊就讲，迄是有人出钱，叫伊假做道士去赶鬼，迄个人就是柯展玉。可见，金配方会看到一挂有诶无诶。不过神经出问题，这跟柯展玉一定有关系。弟弟若是讲跳江，要惊白白哦，那就较麻烦，请师公，搁加贵。伊安尼做到底是为着什么？陈先生，我老实甲您讲，其实展玉一直想要违抗阮做人白伊，虽然最近不足。要过大家拢看会出来，伊一直有咧动作。卡叔偏偏来出什么代志，上有威力的人就是展玉啊。所以我怀疑，偏偏最近所有的状况，拢是展玉伫咧变鬼变怪。陈家清，虽然偏偏做遮尔侪唔对的代志，要过去看他讲，伊嘛是恁的媳妇，我也够关心啊。即马干那有恁两位师大，会用替伊主持功德，好拜托你，你个下当替我去看佩佩，看要安怎救伊，好不？阿母，虽然讲柯展玉是你的后生，阿母哥，恁敢要维护伊，维护到闹出人命，安尼你的良心敢会不安？我确实是袂用，我再继续贪好弟弟呀。伊若真正心肝遮歹，连皮皮是伊的某也要甲海参落，安尼这都毋是人啊嘛，这都无良心啊，那是人。这个世界呐，真是没有机会。咱下暗三个哦，来去李阿兄家住好无？恁二嫂最近哦身体不爽，不爽快，啊，咱来去陪。好。好啊，那呢，我等去厝诶，就去看行李。嗯，乖乖乖。请个请，多谢你。开刀医生是次要，胃底你免烦恼，阮大家哦拢伫外口陪伴。妈妈，啊开这刀吼小可代志，你莫看我伤严重啦。啊你做你放心，莫开刀，阮大家吼拢伫外口甲你平安出来啊。啊佫有啦妈，你一定要及时甲开完刀，因为吼你迄财产还袂分好势，啊遗像嘛还袂写，所以你一定要平安无代志哈。妈。你莫听阿嫂别讲话啦，阮上挂路的，就是你会当平安无代志，你就当做困一醒啊，等你精神哦，啥物病痛就拢无了吼。我知影啦，安尼拢唔免烦恼啦，阿妈咪到病院安尼戆戆啊等，阿病院医生拢伫咧，没有代志啦，安尼个人去无用个人的代志哦。阿妈，阮是绝对袂离开病院的啦。这是你这世人头一次开刀，我相信你会足紧张的。
也不过你一定要放我轻松嘞，你要相信 Jasmine， 你绝对会平安无代志。阿妈，阮大家拢伫咧外口陪你等你，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心。虽然讲，阮大家无法度陪你入去动手术，也毋过我相信哦，有菩萨在甲你保庇，我上爱阿妈，绝对会平安无代志。阿妈，阿妈，阿妈死咧啦！我即马才到。阿妈，小弟会开刀吼，你唔好惊，阮大家都会伫遮等你出来吼。雅欣啊，阿妈知影，阿妈袂惊。我希望讲会当安尼活跳跳出来，啊，看到你啊，甲子琪结婚，啊，生囡仔孙，好阿妈抱啊。是啦，阿妈，你手术一定会足成功的啦，因为我阁需要靠你，靠肯雅欣嫁给我呢。伊若是嫁给我哦，你爱伊生几个囡仔孙，伊就生好你啦。所以阿妈，你绝对无代志啦。咱们一起啊！好，是啊，阿妈，这拜托你，你放心，阿妈嘛算是我家的阿妈，我一定尽我的全力。阿妈，稍等下，你就把你家己交给我，咱两个人爱加油，好不好？